今天多少号吗？今天八号。我是不是立秋了？今天？不了。你老丈母娘亲刚才还问我，今天立秋吃啥呀？我说吃黄瓜。吃黄瓜减肥。这边怎么下呀？嗯，挺好。瘦了。你看这小猫，你看这小猫多好看。小猫是用药的吧？这一抱它就忘吃，脑子连挠带蹬。啊。小样，小样啊！还不包米啊？你买的？嗯呐。手艺不错。没买着，我先买点那个一块钱一袋的。一块钱一袋。嗯。现在。就是。没有啊。皮的，生的。不可能吧？咋呗，就是补偿。满哪的他妈八块钱，你一块钱买苞米。是一块钱。怎么到秋天五块钱的大米都买不着？你不吃啊，兄弟？我不吃。咋的？我不愿意吃苞米。你睡得了，我跟他们走。待这两天怎么样，老二？行。看看看老房子，溜达溜达，回忆回忆哈。干溜达。那不上老房子溜达了吗？就跟你妈去一趟。啊，后来自己没再去啊。我就边我过去。嗯，那屋蛇多，就别去呗。那、嗯、小猫。你看他来抢来了，你看你来抢。狗吃苞米。嗯。嗯他还不吃，来给你。你还喂他苞米吃？嗯，太不吃，什么肉都不吃，他还不……哎呀妈呀，你家小黑可爱吃苞米了。这玩意就沙溜地好吃。挺大呢，还。你俩人够。我家尝尝。好吃的，不甜。不甜。下雨下的。下雨下的。那咋整？没办法。当妈的看儿子，多让看不够。行，等到那到时候那个啥。要是这两天要不走的话，咱上去上去看。那你得啥时候通？得通车了再走呗。对，小露露回来他就走。露露回来，露露不今天说要回来吗？今天五点到我们家。他能回来，我就能走。嗯。他不回不来，我就走不了。对。走吧，我走了啊，老舅。不是买的，啊，现在没有卖的，没有。那这谁的？我老舅家的。他们家的苞米下来了，嗯。哎呦喂，没有卖苞米的。头午有，下午我寻思走前再买吧，没有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你奶奶才咋的？嗯。他说的十号。他那个天气预报吗？说是那个要有动物都零下1度、2度。那还能、哦、咱这地还能怎么的？能吃着吗？哎，不一定，你先新闻不一定准。不一定，那玩意儿啊也差不多。你看这几天那冷下呢，那它也不能到0下1度、2度。哎呀，那下霜，那你先整。不可能，那得下霜得啥样了？那天气都点。你、嗯、要是说10月份，它能达到那个温度还行。现在还刚立秋，夏天还没刚过，不就完了？那不能，你听哪个新闻说的？这手机上的，手机也有瞎传的，那也不一定是准的。他也不能听差，咱不听啥。你说是下雨吧？不是下雨，是下雨。你说那个可能是人家别地方，不是咱不是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这三个省的地方下霜，嗯，哎呀妈呀，这温度下降，不可能，一个小伙儿，人家报的是10号有台风，知道吗？对，那庞宇没回来？没有，啊，他那啥，他在那个林口了，在那林口自己来了。没有，跟着那个我老丈母娘。他要回家看他妈那待了。待两天。哎呦，嗯、这来回都看了，还待两天。这两天回去没有、嗯？他也没回家呀。这段时间不一直没回家吗？没有。让他回家待两天，他奶也病了。能吃了吗？可圆了。啊，吃了，你吃吧。嗯。这也是我晒那个啊。
那还行啊，菜市场。咋的？就你走以后小，小二咋的？我知道。咋的？我把那个再整啊，那粗的不能搞里头，这肉挑着，挑色不行。这是豆角干啊？嗯呐。怎么这个色儿呢？这就是那个豇豆角，豇豆干啊，豇豆角啊，豇豆角。